非台勇者是做袂到的。第五个牺牲，第五大牺牲啦吼，牺牲工作不给，不给比代币。老前提，自得道有利以后，下心办道，一心宣扬真理，开拓道路，心教终于缘教缘教。在46年来修办道岁月当中呢，道路传遍了海内外。在老前提手下有31位前人。领导每一个前人，拢奉着老前人的使命，开拓道路。老前人的把所有的功果，拢总回向予咱上天老母娘。老前人一生为道牺牲奉献，把伊的生命的化作无限的恩生。使老前人，伊归空了后，伊名老。留伫白龙书册内底，吼、哦，伊也修成迄个观照地君。前人、副前人、甲几个点传书，以及几个大德者，劳心劳力为道好牺牲奉献，这拢总是伫无限的延伸伊生命来看顾，吼、哦，在世行菩萨行，出世。就是菩萨，今仔日咱大家会当做伙在佛堂探讨道理，共修共勉，这也是咱每世所积来根基教做的。咱更加爱感恩阮师弟，好法珍惜这份道缘。咱更加爱扮演上天。甲众生之间的交流，互搁较济有缘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得到修道，如同感受到阳光的温暖、甘露的滋润，互咱心中的道苗会当生长、开花结果，做一个道的代言人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因为天不言，地不语。唯有咱人会当大天宣化，替天行道。咱来扮演推动道路的角色，来先民先义，这就是先道的不离法门。这也是上终的目标。咱来如何做起的？咱来就是去护管护法。学咱前面者的优点，来过咱自己的缺点。吼、哦，咱来学这个缘。Thank you.
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归这个秘的灌输呢？当然要有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。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来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实现，但是有当就是根据出来无？有当有真明确，初佛到二佛，啊二佛要到三佛，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？拢是家己安尼，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做啥物做安尼，家己是啥物个，所以今日个咱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，因为这伫个佛经记载2500年前。你这个二佛甲三佛，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起啊。伊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啊，代志啊。哦，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。哦，所以今仔日，这个卖人快乐乐大行啊，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文传承秘的英文，啊，天文来传承秘的英文。那么，伊基本上针对这个外来。既然无了解的人，听说我们一贯的祖师是弥勒佛，那么呢，他就开始来提了弥勒下生经一句话来。